2016年的流行彩妆元素有哪些呢？对于爱美的亚洲女性朋友们来说，要如何跟上流行，又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方法呢？今天我们很开心再次邀请到彩妆师逸文来到节目当中。逸文你好。嗨，Belle你好。你好，每次看到你都是美美，但是看起来这个妆又很清爽啊，所以呢，我们当然要跟您讨教讨教了。那么其实每一年的这个流行彩妆的流行的一些元素都不太一样啊。那有时候呢，我们是很爱那些颜色，但是又不知道怎么上，而且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毕竟我们看到都是一些时尚杂志的一些 demo 嘛，对不对？就觉得说，那适不适合自己的肤色呢？适不适合自己的，尤其是亚洲人的五官跟欧美是不一样的。对，所以今天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今年的这个流行的彩妆元素有哪些？好，没有问题。那今年呢，其实从年初呢，就是流行的是那个水晶粉和静谧蓝，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淡淡的低饱和度的粉色和浅蓝色。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那颜色就开始变得很明亮。那比如说像这个彩妆盘里面的颜色。哦，这个彩妆盘好漂亮，哎，跟大家介绍一下。对，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啊。那这个是今年他们出的第二部合作的，跟 Urban Decay 合作的一个彩妆盘。那它颜色呢都是非常高饱和度的。你看亮蓝色、亮橙色、这种绿我真的会怕，哎，我不知道怎么用，哎，这种绿色一般来说可能真的是只有在 event 的时候才会用，平时可能会少。但是其实平时像橙色啦，然后包括红色，然后这种深紫色，那个 peach 颜色也是应该会经常会用到，所以以亚洲人来说还是挺适合的。对，像这种蓝呢，会不会有点？那比如说像今天 Belle 穿的衣服，也可以配一点这个颜色、啊。真的吗？不会觉得太夸张吗？不会不会、嗯。其实像这种颜色呢，因为亚洲人呢、啊、眼睛并不像那个欧美人那么深邃，对，所以不能整个眼皮来涂这个，所以只能用点缀性的就对了。对，点缀性的、哦、可能在眼尾啦眼尾，或者是把它当成眼线啦，或者是不能这样整片这样刷上去。就看起来就会 很像80年代的那种对朋克摇滚之类的。对，我说日常的话是不太合适的、好好，除非是舞台妆。所以看得出来您刚刚说的，因为我记得今年早一点的时候好像都是那种粉色，然后淡淡的，非常非常的 淡的，反而到了夏天砰，对，就要很亮的颜色出来，饱和度会很高、对，像那些亮粉色、亮蓝色、还有明亮的黄色，哦，对，很大胆，对，很大胆。所以夏天是可以让你大胆用色的，这个今年夏天这样来讲起来。那另外你还摆了一些，这应该算是腮红。对，它这个盘呢是腮红以及修容的一个结合。所以修容来说，对我们亚洲人是不是还蛮重要的呢？其实我觉得是的，因为呢，亚洲人啊，我们那个脸就是比较平面一点，对，没有像我，不会，你是很这个甜美的这个长相，但是欧美人是通常是比较窄，立体，对，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点，我们的皮肤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粉底上不用用太多，但是彩妆上，也许呢，就是用的技巧上，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对。那这个像修容哦，有时候你，但是有时候你修的不好，你就会看到线呐、然后呢，看起来就好像。像面具一样的感觉。对对对，其实现在就是有很多网上 social media， 比如说 Instagram 上面，它有很多的那种教程，或者说是他们的网络红人那个发出来的照片，都是很夸张的修容。对，要不亮的地方非常亮，然后深的地方非常深，完全看不出来是那个人就对了。对对对，那其实那种呢，只适合在 social media 上面看，或者是对，或者是照相。对对 对，你日常生活的话呢，那种太重了一点。对，但是还是其实还是需要有，所以就要有技巧了啊。对，好，那我们来另外来讲讲这个唇彩。唇彩其实很美哎，我觉得，但是每一年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说就是他们的这个色彩上是大同小异呢？还是今年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产品，我们也许可以试试看啊。那个其实每一年它的夏天都是比较明亮的颜色、你刚刚好像是告诉我是这个唇蛮特别的哦，这个就是会变色哦、OK， 对，会根据自己的嘴唇的颜色、然后就是包括湿润度，然后会变色。它有两、就是膏体，你看它是橙色，然后还有一款是粉红色、但是它其实上嘴了以后其实差不多。对，那蛮好玩的。对对 对，很有意思。如果是你嘴巴就是比较湿润的，然后它会就是浅浅的粉色。所以就是看你其实我觉得好像一支口红可以给你很多不一样的这个色彩，看你当天的状态。看当天。那你刚刚说这个比较重一点，
其实长得像这个口红颜色啊，我觉得好美哦。对对对，这一支是它那个 YSL 今年新出的一个系列，它这个保湿度非常好，因为今年它那个彩妆有一个特点就是，妆面是非常 dewy finish， 就是很有水润的感觉。是。然后这个口红呢，它是以那个油质来作为 base。哦。对，所以说你涂上去以后呢，非常的保湿，然后非常的油，但是其实看起来没有这么的红，没有，对不对？没有，就是那种水红色，好美哦，西瓜红。好吧，那么讲了这么多，那么告诉大家今年的流行的一些产品哦。不过最主要的呢，还是要看看我们的艺文怎么样呢，把这些产品放到我们的模特儿身上。那么尤其是我们的亚洲女性朋友，对于这个彩妆我们是很爱，没错，但是怎么使用，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力。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任何色彩都可以用，但是要使用在哪里，这个才是重点，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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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等一下我们再请到艺文来我们示范，我们马上回来。